我身上的这个呢，它是分开两件式的搭配，里面呢是一个像这样子的比较贴身一点的针织洋装。它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比较贴一点点合身款，然后它是那一种针织弹性的面料，所以它穿起来我觉得也蛮舒服的。它的灰色其实蛮好看的，我觉得它的灰啊，上身的这个毛毛款，它是有点带绿色的那一种灰，但它是有点混色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如果你们真的不想要，就是看起来这边有肉肉啊，或者是骨盆比较明显一点的话，你们就选黑色。那黑色真的就是非常显瘦的款式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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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它是已经就是被命名为显瘦款了。没错哦，然后它上面的这个料子是有点这样子毛海式的，有吧？而且它的这一件毛毛啊，我觉得算是没有到那么澎湃的那种巨毛款，它算是一点点薄薄。的不会到太夸张的那一种，所以不用怕上身会壮壮的。然后它走路也方便，你看它这个弹性非常好的，它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是全弹性的，然后走路这样子是 OK， 不会被卡住的那一种。好，然后这样子就是刚刚那个套装的搭配，就你们上身可以直接这样子配一个毛海毛衣，然后搭一个牛仔裤，这样就可以出门了。我给大家看，就是脱掉的样子，它就是一般的这种。无袖的洋装，然后非常贴身。其实它单穿也可以，就是单穿太冷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加一件小罩衫，就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很可以。